大概基本上哦，就是插入函数一定要有一个使用者定义嘛，这个是我已经做好了，我把资料给他，如果没有他就空的，如果有的话呢，他就帮我产生，这个就是自定函数。那怎么做？一样哈、哦，切到 Visual Basic。二的话呢，一样什么？插入一个什么呢？一个程序啦，function，它名称就是什么？刮胡自算函数。那本来这个里面没有嘛，你就什么？跟他要一个资料，请你给我资料，有没有？所以给我一个资料吧。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我要去做，其实主要做的事情哦，就是这个刚刚上面这边 for 回圈里面的事情。所以我偷懒一下，把它复制一下，贴到这边一下，就是把回圈 for next 避开中间这一串，那来改其实会比较快。啊，改哪些呢？哈，第一个，因为它缩排好像太右边了，所以按 shift 加 tab，让它往前一点。因为我刚刚有个 for 回圈哈，那第二个的话，我要改什么呢？主要是改这个 cell。其实呢，我刚刚讲 sub 是自己去找，那 function 是你要给他哦，所以呢，只要是 cell A，通通改成资料，好，特别注意哦，就是这个资料它不是自己去抓，而是你要给他，所以我就选一个资料给他，一定是 A 栏哦，所以这边的话一定是把 sales I 列的 A 栏，通通改成什么？改成资料哦，所以其实啊，不然用取代也可以了哈，不过没有几个啊，cell B 改成什么？改成他自己，什么刮胡自算函数，把它什么改成 cell B，这样子程式就写完了，可以应该可以懂意思了哦。所以它差别主要是一个是不会问你自己去做完 sub，而一个是一直问你，问你之后它就是你再把结果丢回去给自己本身，它逻辑差异在这里哦，所以其实它的里面运行大概就差不多了，只是说哦，它的观念有点不太一样哦。所以特别说，一我是把这个里面的 for next 搬到这边来，那把 cell A 改成资料，cell B 改成自己本身，然后再来我就试一下啊。不过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资料给它按确定，然后向下填满，但是会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是零呢？没有东西，它是零啊！特别注意哦。其实我们看一下程式，基本上哈，因为呢，如果我今天哈跑了程式之后，什么事都没做，也没有返还给他了，因为他如果是零，那他就跳过了，他就不丢任何东西给他的话，那它里面哈就会放零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预设值就是零，也它本来里面就放零了。那怎么办？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方法哦，就是不如怎么样？我可以哈，先刚开始怎么样？先给他一个空的就好了。OK，就是意思说他本来是零嘛，那我就刚开始我就不要让你是零，我刚开始就丢一个自串空自串给你，那你就没有了嘛，你那个零里面呢就被转换成没有东西了。这样试一下，这样应该 OK 了，打勾一下，有没有不见了？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好，OK，因为它原来是零嘛，啊，它如果你没有给它东西，它就输出零，所以我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就是直接怎么样，在这边塞一个空的给它，这第一个方法，好像比较简单。第二个方法是在 if 跟 end if 中间多加一个 else，else 是什么呢？就是反之了，这个是 true 执行的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两重逻辑，就是 false，如果它这个是不等于零的时候执行啊，如果等于零就走这边，所以有点像刚刚是通道是一个是你可以走，一个是你就不能进去的啊，一个是你一个走左边，一个走右边嘛啊，变成 else 就是多一个通道给那个呢等于零去走，那等于零的话就变成你变这一行呢可以把它放在这里，这样也可以啦，两种写法有没有？OK，那哪一种比较好比较简单呢？好像第一种比较简单，对啊。不过哈，这个是因为我顺便要讲两重逻辑，所以顺便讲一下。也就是说，我跟各位讲哦，程式真的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，每个人写每不一样的人写出来的程式应该都不会一样。
针对同一个问题哦，写出来程式都不会一样，甚至的话哦，同一个人今天写的跟明天写的也不会一样哦。哦，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哦，会有这种情况，因为有时候我思考的角度不一样，我写出来程式就是不一样嘛。OK 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只是说最后我们要斟酌哪一种写法是最好的，我们把它留下来。OK 哈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。这个刚刚我主要是一把那个这个部分啊复制过来改，二的话呢，因为它里面会是零，所以要不我就把它预设值是零，要不就是我这边加一个 else， 它就是等于空的了。OK 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，两种的写法。哦，那今天主要就是先把那个文字与资料相关函数的范例先告个段落啊，下一个礼拜就是在讲逻辑。哦，那但是其实相关的练习题还蛮多题的，好，所以如果回去你意犹未尽的话，自己可以把云端上面的解答拿来看看，好，是超练。其实这种东西你要把它学好了，其实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熟练，第二个就是你的案例要够多，反正你就练嘛，就像练功一样，我觉得这感觉上蛮像是打那个线上游戏那种差不多。练功你练到某个程度之后的话，你真的就快无敌了哦。不过是很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哦。 OK， 那今天的话呢，时间刚刚好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一题，那下一个礼拜的话就是再从逻辑函数开始哦。